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亲切的降雪使者，冰雪的笑容 ，Extra 无糖口香糖，不是非广告 ，Extra 就是那个超级啊、哦。好，第一关就遇到这个，打一下一万，打一下一万二，所以一定要秒，不然我看我就要被秒了。我靠！少一康啊 ，shit， 这样有点危险。掉一个哦，吓死我！太夸张了，第一关就搞这个，给我个几个五 CD 吧。看一下左边那只伤害多少，5000，靠，还是要先打这一只，没办法。而且他两秒转珠。考验我的手速就对了。靠！靠！靠！真的是靠！刚是怎样？在转什么？哎！靠！又来！好在天降！啊西！天降到下一关也是死。哦，这关卡设计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！考验我的手速呢哦！天降，再掉，靠！哦，漂亮，救援的出现，死拖活拖，把自己命一把硬把拖过来了。对，刚刚本人那个激动的言论就无视吧，因为已经过了嘛。靠，请继续记得小弟刚刚的言论，太离谱了啦！这个4205，40000多滴血，全少我就死了吗？1234567，雷哥，哦，好像要天降一点，没办法，我要全体攻击。哎，会不会太离谱啦？是怎样？然后还两秒转珠，转，哎，天降一下哦！靠，我是怎样靠天降在火的就对了。然后现在没有攻击住了，搞得跟老人一样手残。这是在干嘛？哎，等一下哦，这次攻击好像不是一万二，我上次被骗过一次。它是65570，果然6570乘二，因为我看到防御力去了，好家在。那我们就是稍微大力一点点好了。为了表示我们对他的尊敬，我决定开机去处罚他。这是我们对他心中内心的一种尊敬，好不好？再就追机车的什么怪怪风花腐蚀那一关，不啰嗦了，这个就是开机，小心不要撞到。哦，撞到你就可以哭了，没关系。啊，不要到我怀里哭。对。
做七 combo， 太可怜了吧！我看我刚转太，不对，嘿，不然转太快，没有注意，没有注意去看有没有风化腐蚀，就给它转下去了。基本上可以到这一关就问题就不大了。我他妈心脏蛋跳出来！刚刚蹦一下，我真的是心脏跳出来了。因为血不是满的啦。然后这边就慢慢跟他玩，因为剩一只就还好了，不难处理。哦，这关有一个小小的好处啊，就是比较不会怕你的，等一下我要打喷嚏，等一下，啊没了，我怕声音太大声吓到各位有没有？哦，因为这一关它进火珠吧，是吧？对，进火珠。哦，因为它进火珠，所以你比较不用担心断掉你需要的珠子啊，比较不需要担心。哦，因为我没有打包票，我没有说一定就不会断。有网友问说为什么我没有拍片，其实也不是说不拍啦，只是说最近比较忙一点，然后关卡的设计非常的机车，有没有？当然我没有说烂，我没有这样讲，我不承认，我没有说它烂，只是说它设计比较机车一点。哦，这一关就是开这个了，啊靠！看吓我一跳，真的吓我一跳，因为我刚没有转。我看台面上只剩两颗暗珠而已。哦，这个不啰嗦哦，我们就开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安多？哎，开大脚吧。好，开大脚。哎，不行，开安多好了。我本来想要排珠的，算了。哎，打脚比较痛哎。好犹豫哦，随便。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我在转什么。哦，带光弹就是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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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只是要做出这个效果而已，没有为什么。好，哦，啊，这时候当然是不会降了，所以我就不要再配音了，基本上会让我自己看起来有点愚蠢啊。什么本来就很愚蠢，靠，哦，那断就不血的话是还好，不用太过于担心啦，啊。哦，安多的话就不要放了，因为假如你真的缺血的时候，就可以给它放一下。血，缺血，
弹狗椅有没有？好像这时候我就会开一下我们这只小狗。然后现在不缺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，星柱也还好，没有很多，不转。我刚刚说到哪边、啊？哦，对，有网友问说为什么都不拍片？哦，对，我说这个关卡设计也不是很好，对吧、啊？想说就播个空，就。顺便，反正我这只还没打到这张卡片，对我有看到宝箱了，这个对，嘿，这只没有打到，所以就顺便就拍一下好了，给大家参考一下我的打法。哦，基本上都是小关啊，小关的问题比较大，你知道打第六关应该问题就不大，因为我觉得关卡设计蛮，也是说怎么讲嘞，你要说不合理嘛，我是觉得不太合理、啊。哦，露珠粒就很漂亮，为什么？因为少一种属性珠啊，还不漂亮。哦，啊，大家都在领完圣诞老公，我现在还在打降血，有没有？这个真是没时间打，打到这没卡片，还没有这个卡片还没打到，到现在还是不给我。哦，以上就是那个亲切的降血使者冰雪的笑容。哦，不多说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